我在这边发现这里有一个青蛙的一个玩具，我们看一下。我完蛋了，掉下去。什么情况？哇，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我们现在下去捡一下那边那个小青蛙，然后从。哇塞，这边有两个这个魔幻圆珠的玩具，这个是两个变形车，这个是一个发射器，我们看一下，给它变形一下，对准一点。什么情况？哇，原来刚刚卡住了，这就变成一个超大的蝎子。这个里边还剩一个圆珠，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黄色的，对准一点。哇，一击必中，它变成一个飞鸟吧，应该是个飞鸟。下面我们去捡一下刚刚那个青蛙吧，从这边。哇，这个盒子里好像很多玩具，这边有一个这个一个小雷，好像是可以爆的，我们不要捏它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盲盒，这个里边，这里边是空的，还有一个这个变形的大虾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大虾怎么被锁上了？这边是可以打开的吧，打开看，算了，等一下再打开吧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迪迦的55周年勋章，不过这个成色有点像战斗成色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一个电视卡，赛文家的一个电视卡，攻击是151000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个 UR 的一个黑暗特利迦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卡套，这个里边都没有卡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还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火焰特效吗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张卡，这个是个双人的雷古洛斯和一个雷欧，攻击是148000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青龙偃月刀吗？这边那个青蛙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塞，它是一个超级复古的一个网红跳跳蛙，应该是一摁就可以动吧。哇，这个跳也太好玩了吧。看看跳多远。哇，还可以跳，这个太牛了吧。看一下这个绝版的14弹能开出什么卡。这边是 R 卡，哇 SR 的一个欧布的一个疾风形态。